下列有两群数值是分别求其中位数，那这两组数据都没有按照大小顺序来排列，我们先由小排到大。第一组数据由小排到大就是243,38,43,49,55,57,66,70,78,89,94。那我们的总共有12个数据除以2，所以是6，所以我们要选取第5跟第6个数字，第6跟第7个数字，第6个数字是55，第7个数字是57，55加57除以2，所以等于56。好，第二小题一样，由小排列到大，第一个数字是29，第二个数字是46，54、58、62、64、71、75、84、86、95、96。那一样是12个数据，12除以2一样是6，所以我们要选第6跟第7个，所以是64跟71。64加71除以2，所以等于67.5。